全体小朋友请起立，我们将带来一首大合唱《灯下的樱花》，请舞蹈小老师荣恩、雅晨、宇轩、宇堂、旭晨、怡珍、宇涵、盛红请上台。所有的小朋友你认好，有人没有注意了，来，所有的小朋友你认走他哟，等一下请借由歌声来对师长们的感谢哦。
曲折，只有一人带我走下了来的路程。来，再来，我们的心爱老师、瑞丽老师也会将转到他们的家乡了。我们也要来欢送他们，还有我们的彩鹤阿姨，非常辛苦哦，她今年也要退休了。我们要跟我们的彩鹤阿姨谢谢掌声，谢谢海鹤阿姨，还有谢谢我们的叶老师，谢谢心爱老师，他是我们的开源元老哦。他为我们的三丰妇幼真的创下了第一届、第二届跟第三届，非常非常的辛苦。谁在角落汽车，为了那么看见黑夜过去。